看第十二题，他说质量一公斤的这个球啊，是离地面 1.8 公尺地方自由落下，然后又牵直反弹，反弹高度是 0.8 公尺，球与地面的接触时间 0.2 秒，设重力加速度是10啊，则地面施以球的平均力大于多少？我们知道说哈，在作用期间的话哈，这球受了几个力？受了地面给它的正向力，还有重力哦。所以的话哈，实际上是这样，合力哈是吧？是这个正向力哦。我现在定向上为正，向下为负了。啊，减掉呢小 m 的 g， 啊取平均，哦这总力啊，总力的话是等于它的动量变化，啊除以时间，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哈用呢正负号代表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哈那这个等啊，这个是等于 m 哦，啊乘以德塔 v。啊，除以德塔 t 啊。好，现在的话哈 ，v 德塔 v 多少？德塔 v 是 v 2是往上啊。哦，就是在这个作用期间嘛。啊，下来的话，这是初速，初速是往下，这是 v 1、啊、好，那我们知道 v 2等于多少啊 ？v 2是等于根号呢二 g h， 二 g h 是 0.8， 啊 h 2好了，那 g 是10嘛，二乘以10。它再乘以多少？乘以 0.8， 哦，八二十六，所以这是4的，哦，四是16嘛，哈。那 v 1呢 ？v 1哈是掉下来的速度嘛，根号呢二 g h 1， 哦，这二乘以10 h 1的话是 1.8 了，哦，十八乘以二是36，36开根号是6636。好，啊这个呢，这个 V1 是往下，啊这 V2 是往上，好，那我定向上为正，向下为负，所以这是负6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 ？M 的话是一公斤嘛，哈，啊乘以多少？德塔 V 是多少？是墨数4嘛，啊减掉负6，哦，因为它往下，啊再除以德塔 T 是 0.2， 我上面是10，10的话除以这是五分之一嘛，所以是5。好，那现在呢？那因为这个重力是固定的啦，所以你把它取平均还是重力嘛，所以是 n 哈，就等于这个 mg， 你把这一项移过来，它再加5了 ，m 现在是1，它乘以来 g 是10嘛，再加5，哦，所以的话，所以这重力的话哈不能忽略，所以是15。所以答案的话，哈，这个平均力大小，这个好像搞错了。这十哈除以多少？除以0.2，十除以0.2，0.2是五分之一嘛，所以这50啊，这不是50，哦，这是50啊，50，哦，这一乘以呢十，啊再加50，所以是60啊。60牛顿，哦，这个正向力是60牛顿，所以这题答案应该选 D。